想安一个啊大游泳池，啊。以前杭州的院子好大，原先杭州那种院子吧，在别的城市有的是，比杭州那种院子的房子也有的是，但是牡丹江它少，知道吧？我们这地方少，别的城市倒是挺多。没有玉米了吗？玉米没有了，家人们，玉米就卖了，那一天就卖完了，就卖了一天。你看家人们，咱上次最后一波粘苞米你们不要，已经卖完了。前两天那个大院子鸟语花香，我就想给他们整出来那种环境，知道吧？有草地啊，家人们，有草地，有正常的地面，然后呢，家人们啊，在院子里边给狗狗搭建一个大型的一个狗窝，所有的狗都能住在里边，而里边安上空调、木地板，啊，家人们有狗狗专用厕所，啊，有游泳池，有大滑梯，家人们，啊。整几个小木屋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整点小灯，晚上的时候咱们还能在院子里边直播，啊？想想就挺好。大罐肉罐头加库存啊！大罐肉罐头卖完了，家人们啊！大罐肉罐头也卖完了，家人们也没有了，我得下架。啊，怎么又给上去了呢？大罐肉罐头卖完了，啊！啊，等会儿。好了，家人们，那个大罐肉罐头没有了啊！啊，像韩哥家那样就好了。韩哥那这韩哥家那种也不是我想看我想要的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啊，韩哥家院子也是有限的，也非常有限。院子里夏天有蚊子。你蚊子没事啊，咱有驱虫药啊，是不是啊？最主要是怎么的讲，东北的夏天没有那么热，东北的夏天不是那么特别热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看老四这两天有事儿啊，家人们啊，老四这两天天天追着小石榴，天天追着小石榴啊，哪也不去，就瞅着小石榴啊，放不开呀啊。嫌韩哥家院子都小，什么意思啊？谁嫌过？韩哥也嫌过他家院子小，韩哥也说了呗，他家院子小，他的院子倒是不小，知道吧？但他院子有点窄，知道吧？啊，但是相对于我家来说的话，比我家院子倒是大，啊，如果要是在牡丹江这个地方的话，也能找到像韩哥家那样院子房子，我感觉也挺好的，知道吧？但是找不着。找不着那种院子，啊！哎，咱们能不能一起抢个零食？咱们能不能一起抢个零食？啊！过来，咱们一起抢零食，家人们，咱们是不是咱家这帮狗狗从来没有一起抢过零食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啊！来啊！我看看我昨天那个零食。咱就不显得大，就宰了细长条的。哎，昨天我那个零食放哪了呢？啊，我那肉干放哪了？啊，是这肉干吗？可以试试。一起容易起冲突，没事儿，家人们啊，他们就是玩，他们几个不会有任何的冲突，他们几个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啊！来，咱试一试啊，看能不能玩啊！来，我看看小老五，我，哎，不行，等会儿，我把小狗，放出来一下，老铁们，我把小狗放出来一下啊，我把门关上，把小狗先放出来一下啊，老四进来，四哥进，一会儿咱们再玩，老四进来。明进去，三位见，
三万进，三万进，进。今天给小狗放出来一下啊、嗯！来，老三、老四、老五来，老五出来来。哎呀，老五过来，老五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好，哎呦我天哪！我得问溜溜他，我得溜溜他俩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快跑，看谁跑得快，看谁跑得快！快跑，快跑，看谁跑得快！欠欠的。啊，小狗还不去新家呀？去新家。去新家，家人们，我看小五啊，我让你们看看小五那牙好没好啊？之前小五那牙不是受伤了吗？啊，我让大伙看看小五牙齿好不好？这家伙真活跃，过来来，过来过来，你俩过来，你俩别这么能蹦的行不行？别蹦的了，消停一会儿行不行？别蹦的了，啊？出来你俩就干架，你俩天天干。小五是正常换牙，我看一下吧啊，家人们。过来，小五来，小五，小五来。啊！我他妈这扎不着你了，是不是？你给我坐这儿，消停会儿，消停会儿。哎呀，他牙长出来了，哎。你能消停会儿不？你等会儿呢。啊，它里边这个牙已经长出来了，来，啊，给你看看，来。你来，你看到啊？哎呀，之前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消停一会儿，你怎么跟小迷糊似的呢？你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看啊，看着没，家人们，小牙看了吗？他小牙已经长出来了，啊。你去吧，去吧，去玩去吧。哎呀，这不跟小迷糊似的，这他妈不活跃，真是不行。我真降不住他，真整不了他，他俩太活跃了，啊，能蹦高，能上天，能入地呀、啊，他俩啊，拔腿就跑。这老几，刚才老五，家伙们，刚才老五。谁的孩子随谁，啊？真闹去！过来，过来，别踩我的沙发！你俩在一块要干什么坏事？你告诉我，过来来，过来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呢？我非得让我。我跟你说，我给你妈打电话啊，福妞，我去看你俩孩子去，去，收拾你俩孩子。你看，不搭理他呢啊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啊！这妈是真亲。这见着妈是真亲呐！哎，妈让我亲亲，让我亲亲妈。
让亲口，让亲口，亲亲妈，亲亲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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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亲口，亲口，亲口，妈别动，别动，亲口，亲口，亲口。哎呀妈呀，妈呀，亲妈呀，你我亲妈，亲口，亲口，妈妈亲口，亲口。哎呀妈，你真臭烘的妈，妈呀，哎呀妈，你真臭，哎呀妈，这哎呦妈，真臭烘的，真喜，我真喜欢那个味儿，让我亲亲，让我亲亲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家伙让妈把我妈给踩了。哎呀，让真要亲口，让亲口妈，妈呀妈，哎呀呀呀妈呀，你我妈害羞了，你瞅瞅瞅瞅，你看你看你看我妈害羞了，你看我妈不让我亲。哎呀妈呀，我妈臭烘的，哎呦去，哎呦妈，我妈挺厉害，哎呀呀，哎呀，这我妈妈，哎呀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妈急眼了，哎呦我妈急眼了，急眼了，哎呀，哎呦去，啊你哥的尿了，谁尿的？这，我咋没看着他尿呢？啊？你这脾气真好啊，你换老四试试，家人们。哎，家人们，你把老四换出来试试，如果这帮狗蛋子，如果这俩狗蛋子又这么对待老四的话，你说会是一个什么景象呢，家人们啊。如果他这俩狗蛋像老四对待老四也这样式的话，你会是怎么样呢？啊，老四指定不带惯着的啊，肯定是小狗尿了。哎妈，再歇歇，妈一天没见面了，妈歇歇。哎呀，哎呀，再歇，妈呀，虎妞其实也急眼了，但虎妞不会咬，虎妞也急眼了。慈母，老四眼完了，老四急眼，看虎妞急眼了啊！哎呀，这一家其乐融融的，看看家们多带劲，看看看，你虎妞多会哄孩子，俺家虎妞多会哄孩子，这一家其乐融融，多带劲啊！虎妞从来不咬，是不是？哎呀呀，哎呀，这是玩好了，玩嗨了，这是，看不着，家们这是玩嗨了，看家们，嗯。玩嗨了，土豆粉没有了，家人们，老爷八斤狗粮有优惠，八斤狗粮是99米啊，家人们，在第六个链接啊，八斤狗粮有赠品，然后是99米两袋啊，99米啊一个，把三元放出来一会儿呗，三元呢？你知道三元想跟你想让三元跟俩小狗蛋玩会儿啊？啊，三元放三元啊。你看我放三元鸡眼，三元鸡眼，他石头他俩都能出来，石头他俩都能出来，看吧，哎呀，又姥姥了，我姥出来了，哦，你看这俩狗蛋歇他姥啊，你看不歇他，我真的，家人们，事实证明啊，这俩狗蛋跟他姥不亲呢，哎呀，这我姥吗？这是我姥，这传说中我姥吗？这有聪明大网红，哎呀，这我姥，哎呀。这谁？这是我太奶！哎呦妈！你看我太奶，这是我姥。哎呀，我姥真长真漂亮。哎呀，这什么玩意儿？黑不溜秋的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这什么长这么黑？跟妈真亲，不敢碰石榴，他俩不敢碰石榴，知道小石榴厉害啊！奶奶。哎呀，这咖啡蛋子，嗯，跟三爷不玩了，他俩还是跟妈妈亲家吧，还是跟妈亲。行了，玩完了，嗨完了，啊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快来狗蛋来，快回去吧，来带别的狗蛋玩游戏了，快。太奶整懵了吗，家人们？我刚才就灵机一动，家人们，我也不知道说啥，关键是知道吗？灵机一动，我也不知道说啥好。
奥家们，你别管叫啥，我瞅着像。快回来，回去吧。你看看，你回去，你站起来，我抱你回去。你看你，我一拽你就趴躺下了。你快起来，快，老爷拽你回去，快。你快，我来拽你回去，不想回去啊。你快点来。你回去，快回去吧，快回去了。我放你爹出来了。我放你爹，放你舅出来了啊。不是你舅，那是你舅吗？不是你舅。快放你大爷出来，你叔。啊，放你大哥出来了啊，快去，快回去。快回去。哎呀快走吧，不想回去，你赖着不想走啊。啊，放四哥，对，我放四哥了，快回去吧。我一个大脖溜子就你薅回去了。来，你来一个，快来。这孩子没吃过亏啊，你这孩子没吃过亏啊。啊，这家伙这放老四出来，你得吃多大亏啊。来，老小明，来，小明出来，小明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没疯够没玩够呢。来，咱们今天玩一个集体抢零食，家人们，集体抢零食啊，我看谁听话啊。再玩一会儿吧，该放大狗家吗？啊，大狗总叫唤，大狗这帮大狗总叫唤啊。到晚上的时候尽量别让狗叫唤，家人不好，知道吧？啊，咱就让他们玩一会儿得了，啊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行的话你们打个行，啊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过来，咱玩集体抢零食，来，过来，老四，老四这儿来，啊，老大，啊，你呢？举动，集体抢啊，家人们啊！我正好把零食放在正中间的位置上啊。回去，三五，回去，快来，坐这儿，啊，不动啊，不动！我不大声哈呼的，他们是真不听话，我跟你说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家人们，咱们点亮，下方小黄车有需要啥，咱抓紧拍的啊！狗蛋子不抢吗？狗蛋子抢什么玩意儿？小狗蛋子啊！咱家大袋狗粮179米，家人们啊，大袋狗粮179米，想买狗粮的家人们，咱抓紧拍那狗粮，过来，坐好了，弟兄们一个，快，三位坐好了，三位坐来，三位坐好了，坐好了啊，来。坐好了，小明官啊，凭本事啊！来，老四位来，凭本事抢啊！来，不动啊！咱们凭本事抢，我看你们谁能抢到，瞅我！迷糊了啊，家人们啊，让小迷糊抢跑了啊，让迷糊蛋抢跑了啊，咱们下一局，三怪来，怪来，咱们下一局啊。三们这两年老叫唤，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因为啥，家人们？因为三们嘛，他比较聪明啊，家人们，三们嘛，他总是把他这个。想他有自己的想法。三文来，快来，好好做游戏。三文，快来，你过来，好好坐那做游戏去啊！来，再来吧，再来吧，来，三文最棒了，三文快来，再来一把啊！你得凭本事吃饭，三文过来，我这边离远点啊，这边离远点，再来，再来啊！
放这个位置上。塞万呐，你看看塞万，你听话，你要老师坐好了，来，坐好了，我放远一点啊，放在这个位置上。你们猜这把谁能抢到？钢铁们，你们猜这把谁能抢到这个小零食呢？啊！杜宇哥，杜宇哥，杜宇也不影响啊！杜宇哥，你看杜宇能不听话，能不能听话，杜宇哥？啊，你总玩的总往前窜，别往前窜啊！刚才我抢第一啊，家人们啊！刚才我抢第一啊，他们几个谁也没抢过我。挂了啊！来，留多少钱？三万来，三万多少钱？啊！三万，你往后点，你往后点。听我的口令，我手落下之后你再抢。咱们抢着了啊，家人们啊，你们看谁抢着了吗？啊，家人们，你们看谁抢着了吗？啊，现在啊，现在 Seven 抢着一次，小迷糊抢着一次啊，家人们，老四也没抢着，老四没抢着，其实老四跑挺快，家人们，腐妞跑也挺快，啊，这完全靠实力，这个游戏完全靠实力，啊，家人们。三最快，我这回把手机啊，家人们啊，我这回把手机离他妈远一点啊！刚才一下给我撞翻了手机，啊，位置要调整一下子，调整一下位置。那这么的，家人们，把刚才放中间的再给放两边，把放两边的再给放中间，行不行？咱们再看一次，啊，不打架，他们从来不打架，家人们。我要把那个刚才放中间的放两边啊，家人们。腐妞和那个腐妞和那谁，腐妞放中间了，腐妞和Seven放两边，小石榴和老四他俩放中间啊，我调整一下位置啊，来调整一下位置，再来一遍，过来来，过来，那老四不是啊，我看谁放中间啊，三万三万来，三万第一个点，哎呀老大起来，老四中间来，老四中间来，好，十六十六给这边算十六，好，
他们这个顺序不许动，不许动啊！家人们，我感觉今天这把老四能拿第一，老四或者是石榴能拿第一名，信不信？肯定是老四或者小石榴，你看着啊。我看啊，这顺序，小迷糊别动了，小迷糊也换地方了啊，家人们。就老大没换地方，老大剩下一个换个地方，老大换哪去了？应该不对。这尊重地方啊，来想一想啊，想一想，坐好了，坐好了。我看你们谁是小第一，等我手落下的时候啊，谁就坐好了。看我手势，看我手势啊，各就各位，看手势，准准后点别玩来。你别玩了，你往后点，我的妈，你这么远往前跑呢你。很多都抢跑了，我都没喊三呢，老四就已经出发了。啊！我都没喊三呢，三位已经出发了。那谁能抢过三位呢？那你要这么说，谁也抢不过三位？你喊的慢了。我喊的不慢，我喊的一点都不慢，家人们。哎，我这回我也不喊一了，也不喊二了，我直接喊三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这回我直接喊三 ，OK 了吧，家人们？好吧，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直播间。大家伙想买咱东北石板大米的，家人们啊，东北石板大米想吃香米的，家人们，焖出米饭特别香的那种米啊，你就可以买咱们东北石板大米。这个咱家这个大米产地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，家人们，产自镜泊湖啊。镜泊湖原先是火山喷发形成的石板地啊，家人们啊，产地是咱们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渤海镇，渤海镇大米啊，想吃好大米的，想吃香米的，你就拍这个大米行，家人们，45.9块十斤啊，家人们，十斤大米啊，嗯，行 ，OK 啊，三爷太聪明了啊，合着4.59块啊，这个大米你们在超市里买都得是，在超市里买啊，家人们都得是5-6块钱一斤。知道吧，在咱直播间才4.5块啊，4.5块一斤啊，看老师来，我这回我不喊三了，我不喊一二了，我自己喊三，老铁们啊，我自己喊三，快来来过来，来我自己喊三，三要抢了两次了，三要坐来，三还坐这儿啊，不坐坐这儿，老大你，老大你先上这儿来，你换个地方，你总抢不着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我给老大坐中间，好，来，老四这儿，小米上十，十，啊，这回又换个地方啊，家人们，小迷糊，小迷糊不能跟老四在一块儿，跟老四在一块儿的话，小迷糊该挨熊啊，知道吧？我不想看着小迷糊当的挨熊，来。事实证明啊，家人们，事实证明啥呢？谁都抢不过小迷糊啊！事实证明，谁都三文和迷糊，他们俩速度是最快的。三文和迷糊的速度是最快的，其他狗蛋都白扯。你们家吗？其他狗蛋都白扯啊！啊，抢到的发一个吧，挺辛苦的。没抢到的发一个呀？啊？完，谁没抢着啊？再没抢着的发一个吧，啊！谁没抢着啊？老四一个没抢着，啊！老大一个没抢着，
啊，小迷糊没抢，哎，小迷糊没抢着吧？小迷糊抢着了吗？小迷糊抢着了，石头来。小迷糊抢着了，虎妞没抢着是吧？虎妞没抢着，来，好。哎，石森彪跑不动啊，虎妞那指定跑不动啊，太胖了啊。seven 位置不行，这一局一看 seven 就赢不了。我跟你说，哪局 seven 都赢不了，你信不信吧，家人们？哪局 seven 都赢不了。这么的，我让 seven 和小迷糊他俩比一把，家人们，我让 seven 和小迷糊他俩比一把，他俩这么愿意跑，我就跟你说哪一把他都赢不了，他肯定抢不过小迷糊。来，来，小迷糊抢来，我这回来，家人们，我可以让他俩玩 n 把。来，小迷糊过来，老师进来，老师。老师进，老师进，你来，四个进，老师进去。我也可以让他玩 N 吧，他都赢不了 ，seven， 他抢不过小迷糊。那小迷糊那么，他那么年轻，小迷糊长跑冠军呢，那可是。老大来，老大过来，好，明叔来。说出来，就看小明他俩，你们说 seven 啊，我就让他俩这么想，谁都想，他肯定想不过小明。哎呦，唱我歌的他妈要命啊，这鼻炎是真要命啊。啊，肯定 seven 指定玩不过小迷糊。哎！激动了啊，有点激动了，迷糊，有点激动了。坐好了，你听话，你听话，你听话。
妈真够服了你，妈就你就你奶，你们俩人你咋玩来？快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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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啊！不许动！预备，三！哎，不行！哎呀，别拍，这么大压力，年轻力壮，迷糊整不了吧，家们，是不是谁都整不了吧，啊，我是不是说过，家们，谁也比不过小迷糊，是不是，家们，谁也比不过小迷糊，别比了，三王哪能跑得过小迷糊啊，啊，小迷糊是弹射起步。啊、哦，家们，小迷糊大师弹射起步，你干啥呀，三文？你干啥？你过来，来，你不能叫唤，过来，三。你看小迷糊都不叫唤，三过来，来，三来，过来，来，你过来，来，你不得，你得改这个毛病，你得改。三，我八叔没收拾过你，三文啊，大半夜你叫唤啥呀？过来，过来，咱过来，坐这儿，咱坐了，过来坐这儿。三文，这咱坐这儿，坐，听话，听话，你坐这儿，坐一会儿，我给你奖励，三文，你过来，能不能听懂话？能听懂话，三，能听懂，你过来，三文，来，你坐我这儿，能听懂话，你坐我这儿，三文，坐这儿，好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咱坐下，屁股坐下。三，你过来，啊，咱坐下，稳当点儿，你别走着跟包子抢。你是不是不怕包子挠你、啊？三，你过来，来，过来，坐我这儿，三，你坐我这儿啊！你别溜达，你看迷糊可稳当了。迷糊，你坐这儿来，迷糊来，你坐下。迷糊，你坐这儿。对，你看小迷糊在这待可稳当了。迷糊坐下，我让小迷糊干，小迷糊干。三万，你看你又把包子气跑了，那包子东西你也要？那是包子。你想跟包子玩一会儿啊？那包子能跟你玩吗？嗯，玩，包子他又想跟你玩会儿。那我跟你玩会儿吧。行，不给三文肉干，不给三文肉干，给迷糊肉干，给小迷糊肉干吃，啊，不给他吃，总叫唤，给小迷糊吃，啊，来小迷糊给，来给小迷糊一个吃，啊，小迷糊可听话了，啊，给包子一个吃，就不给三文吃，哎，三文，你这给包子气成啥样了？别跟包子抢，三万，包子给一个包子。你看看你干啥？真不服了，真的，包子非得挠你就知道谁厉害了，真的，三万，包子非得挠你一口，真的，包子给包子一个来。你也是冤大头啊，包子呀，你又不能动手挠他呀，你跟你媳妇学学，
包子，你跟你媳妇儿学一学，你留的爪子干啥的呀？吃干饭的呀？这爪子是用来干啥的呀？这爪子长这么尖，是用来干啥的呀？包子，挠他呀！你伸手。我再给你一个包子，这给你吃的包子，包子脸的确是气大的，家人们。这包子大脸的确是气大的，啊！家人们，你们是不是从来没见过这么老实的猫啊？这个猫啊，家人们，俺家包子刚来我们家的时候，包子开始磨枪了。你瞅什么玩意儿，包子？你磨那玩意儿啥用？包子，包子说：“我他妈是爷们吗？”完了，打喷嚏，包子打喷嚏了啊！包子说：“包子，我瞅瞅，我他妈是爷们吗？啊，我是爷们吗？”啊！我感觉包子好像打喷嚏。啊！包子说：“我的确是爷们儿啊！你给包子吃点吧，我给他吃了，我给他吃了。你看啊，我给他动干桶啊，家伙啊！别动了，给包子动干桶。”包子，你赶紧吃，快吃，包子！啊，包子，你真的，你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啊！啊，包子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啊！真的，包子太心善了，谁给我够下来的？啊，谁给我够下来的？迷糊啊！啊，谁给我扒拉下来的？给我给我！真有爪子，包子长这么好玩呢？包子憨的乎的呗，长得憨的乎的，所以好玩呗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你说憨的乎的，是什么词？憨的乎的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？家人们，就憨的乎的形容一个动物、一个宠物化啥的，长得好看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憨的乎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看包子长得憨的乎的。憨的乎的，假如你说憨的乎的有没有就是一种，啊傻了吧唧的意思，有没有家人们？长得憨的乎的，你说这孩子憨的乎的，家人们有没有这个就是那、这个啊有点傻的意思呢？有没有？中性词，憨厚老实，褒义词，贬义词，包的好好玩呢，啊。好了啊，咱们再接着咱在昨天那个游戏玩，老铁们啊，再接着昨天那个游戏玩。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啊，我看看，哎家们，哎我那手机没有电了呢，嗯，我看啊，我家的冻干桶到没到货？狗现在不怎么吃狗粮了，谁哪个狗不怎么吃狗粮？我们家狗天天都吃狗粮啊，我们家狗天天都吃狗粮。啊，咱昨天玩的游戏轮到谁了？咱再重新玩吧。咱们玩昨天玩的游戏，哎，这怎么还有一包零食呢？这怎么还有一包呢？这这烘干鸡肉干，啊，包的自助餐了。玩那个巨石啊，家人们，哎，我昨天那个。磨牙棒呢？我放哪儿了？
哎，三文，爸昨天晚上拿那个磨牙棒呢，放哪儿来了？来，小明来。昨天晚上去医院干啥？啥情况？我老丈人，我老丈母娘住院了，啊。小明进来，来，小明花，让小明先回去啊。小明进去，小明花，小明进去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家人们。就是犯心脏病了，家人们，别的没啥事啊，小事，小事，小事，没啥事啊，家人们。好了，现在都好了，啊，已经健康的出院了，家人们。已经健康出院了，三爷，你坐下，坐好了，三爷。三爷，你坐好了啊，你别着急，三爷，你别着急吃，行不行，三爷？你爸个面子，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去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跟小时候不一样了呢，三爷？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，行不行，三爷？行的话你别吵吵。行，三爷，你说你不喜欢吃，你说你假装不吃，你假装不吃不行吗？假装不吃不好吃，你看看你。假装不吃，给，别不许摸，回头，不能吃，你赶紧咬我呀！给你吃，假装不吃，你别咬我，咱俩可能好，能好，闭嘴，你要咬我试试。假装不吃，退，三爷，你真不会假装不吃啊？啊？他真不会假装不吃。哦，退，三爷坐好了，这么的吧，最后表演一次，我数到三爷再吃啊，行不行？不许着急，我没说话不能吃啊。我看他自己能忍多长时间，这样我看三爷他自己能忍多长时间啊。等会儿呢，三爷，你坐，不许动，我看你能忍多长时间啊，不许动，三爷，啊。我看三爷能忍多长时间不吃啊，家人们。不许动，三爷啊，不能吃啊。哎，三爷出来，操你哥，这就5秒钟。完了，家人们，就5秒钟，5秒钟都超不过呀，啊，5秒钟超不过呀。哎呀，还得看老大爷，家人们，还得看老大爷。我看别的馆子能坚持多长时间，家人们，啊，就地就吃咋的吧，啊？咱们点点亮啊，家人们，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家直播间，咱们点点亮啊，咱们家的那个什么，家人们啊，沐浴露。想给自己家狗子买沐浴露的啊，沐浴露是39.9，他一发2瓶啊，家人们，三哥来进来，三哥来进来，三哥来进来，坐上进，好，好，有请下一位我们家老大啊，家人们，我看老大能坚持多长时间不吃啊？哎，你说三哥现在怎么坚持时间这么短呢？老四哈喇子，我等会儿再看老四先，等会儿让老四压轴出场吧，行不行？啊，让老四压轴出场，沐浴露，
啊，狗的螨虫性皮肤病怎么治疗？螨虫性的皮肤病啊，啊，家人们，过来坐好了，坐好了，过来坐好了。这个我跟你说，皮肤病是最难治疗的，知道吧？你还得去问具体的大夫啊。一般是，一般我们家狗都会给它洗药浴啊，家宝啊，我们家狗都会洗药浴啊。咱家这款沐浴露跟某家的是同一个系列的啊，家人们，同一个系列的沐浴露啊。你在外面买一瓶的话45块钱，一瓶45，咱家是39.9块两瓶，合到一瓶才19.9一瓶，500毫升啊，家人们，沐浴露特别香啊。来来，老兰假装不吃，不想不吃。哎，对，老大聪明，刚才把老大都说不吃，不吃，不吃，老大。啊，拒食，拒食，就是别人给你东西，别人给你东西能不能吃，老大？别人给的东西啊，能不能吃，老大？别人给的能不能吃？啊，不能吃啊，你吃吧，老大。啊，别人给的东西不要，是不是？哎，真聪明，这狗蛋子，真聪明。等会儿，大老大啊，我看看啊，别动，老大啊，我看看老大多长时间能吃着这个啊，家人们，好，老大，一，二，这是他的极限了，28秒。老家们，老大极限是28秒不吃，谁叫小明吧？小明可他妈烦人了你。他要不喊的话，我估计老大一分钟都不带吃的。他在那一直在那捣乱，他在喊三三三三三，你听着了家吗？听不着小明喊三？这小明咋这么烦人呢？我发现你的狗蛋子，啊？人家在那怎么不吃不吃不吃的？你才一个劲在那喊三，你喊三个什么玩意儿？你们有病似的你！他在喊三，啊，老大真聪明。我一会儿我看你能坚持几秒。迷糊躺着也中行，哎，瞎喊，他不喊三，老大能吃吗？是不是老大？他不喊三能吃吗？能，哎，我操你别伸我舌头里了。来，回去老大来，我看小石头，石头进，石头来，石头进，石头进，石头来，老大，老大进，老大进，老大进去，老大进去，进去，来，石头，石头出来，石头啊！哎，瞎喊。过来，石榴来，吃好了啊！家人们，看看人家小石榴能坚持几秒啊！看见小石榴能坚持几秒啊！石榴，看看小零食啊！好，好了，家人们啊！石榴，石榴，你假装不吃，石榴，不想吃，不吃，吃不吃？你要不要？啊，不要啊！假装不吃啊！假装不吃，石榴来，你看你石榴可聪明了，来，假装不吃，来，给石榴，你看他那小石榴假装不吃也好使，然后看小石榴坚持几秒啊，老大刚才坚持28秒是吧？来，石榴，一。真能扒了你停！你能别喊别说话啊？你能别喊三三三的你？你这么能捣乱的这狗蛋子！来，石头啊！
一，我觉得小石榴好像看着表说话呢，我感觉，啊，这小明真么烦人，真的，家人们，真的，我真想削他一顿呢，真的，真的一顿叭叭，他要不在这喊三的话，人小石榴根本就吃不了。谁也不吵吵，就他在这吵吵。你今天别玩了，你，那服了你这个劲儿了。你说我一在这数数，他就给我一块数，就好像他会一加一等于几似的。你看我一、二，你看他也不喊，他也不叭叭，一到每次到人家吃饭的时候，他就叭叭。这狗都不听你这个老爷说话了，不管事了。好了。咱们欢迎下一位选手，欢迎人家腐妞，看腐妞行不行？腐妞，来，石榴进去，小石榴进去来，啊，看腐妞啊，有请腐妞。腐妞出来啊！小迷糊，你听老一个话，迷糊，行不行？你不听话，我是真不愿意带你玩。该轮到四哥了吧？咱我四哥再酝酿酝酿啊，家们，我四哥得再酝酿酝酿。四哥就是，挑个大点，大块的，比较挑个大块的家伙。欢迎走进我们家直播间，大家伙想买这个，咱这旺旺蛋啊，家们啊，旺旺蛋是39.9，拍一发30个旺旺蛋啊，家们，送俺父亲来。旺旺蛋拍一发30个啊，只需三，服务员你往后点，只需39.9，家人们啊，嘎嘎便宜，家人们，旺旺蛋现在嘎嘎便宜啊。服务员坐起来，服务员坐起来，好啊，好。我看服务员能坚持多长时间啊，家人们。退退退，不许动，服务员假装不吃，不吃，不能吃。不能吃，别人给的东西不能吃，啊！别人给你东西怎么办，福妞？哎，别人给的，啊，不，别人给的，别人给的东西能吃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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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福妞，你咋这么贪吃呢？福妞，看来这狗子这不行啊，家，我退。退服的退退，你好听话，怎么的？我看你服着多长时间能忍住啊？来，咱们啊，咱们看看腐妞能忍住多长时间不吃啊？来，一、二，哎，你看看你他妈的，我没开始就吃了你，哎，你他妈能不能不喊不说话，迷糊啊？啊？你咋这么烦人呢？你干啥呀，迷糊？人家在这玩游戏呢。来，我这儿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。
他妈让你给喊蒙圈了，迷糊，你可别叭叭的，真的了，迷糊，都是你都给喊蒙圈了，你，啊，人家虎妞都他妈都不就地不提松了，让你给喊的，迷糊，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？啊？哎呀，感谢我姐，感谢我姐啊！接下来有请我姐夫。姐，有请我姐夫啊！真的，姐夫，真的，你可别吵吵，我求你了，迷糊。啊，不是说你媳妇来了，这是怎么怎么地了，迷糊，真的，啊，你太能叭叭了，你太能叭叭了，小迷糊。你这样式的呢？感谢我姐，哎呦我的妈，姐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姐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姐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啊，我就说吧，小迷糊太能吵吵了，你姐，我不知道你啥时候来的，姐啊，小迷糊的确太能吵吵了，我可能说小迷糊，我姐不愿意了，知道家吗？姐，别送了，姐，别送了，我这姐欢迎我姐夫，虎妞快进来，快进来，虎妞快来，快来，虎妞来，快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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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。不是我都是，哎呀，感谢我姐，感谢我姐，三姐，三姐，谢谢三姐，姐夫来，姐夫来，姐夫坐，快姐夫来，快姐夫坐下来，姐夫来，快坐下，姐夫来，姐夫坐，腿坐，姐夫来，姐夫来，腿坐，姐夫来，好嘞，好嘞，姐夫，好嘞，啊，小迷糊。怎么了，老子问你，怎么老子是不是也为你好啊？就一直在这叭叭，三万你别叭叭了，真的，你跟你奶奶一样一样的，你跟你奶奶一样一样的，迷糊啊，还那么咬我，你媳妇来了，小迷糊，你媳妇来了，来一号麦，小迷糊，你们欢迎我媳妇儿，欢迎我媳妇儿。小明说：“欢迎我媳妇儿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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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行了，哎呀，我的妈，姐，你听不着，姐，你太受欢迎了，姐。”姐，你太受欢迎了，咱们家全家狗大子都欢迎你，全家狗大子都欢迎我姐，咱给我姐点点关注，家们，一号麦小迷糊媳妇儿，我看多少粉丝了，家们，咱能不能给点到1000粉丝，家们，咱直播间1000人，全家我们全家狗大都欢迎我姐，家们，啊，感谢我姐，啊，迷糊蛋做好了，来，迷糊蛋做好了啊，来，好，小迷糊，啊。小迷糊刚才真能吵吵家吗？真能吵吵啊！然后我看小迷糊，我把这个，秒表啊调好的家，把秒表调好的，我看小迷糊能坚持多长时间啊，家们啊！小迷糊，你先假装不吃，假装不吃，外人给你东西能吃吗？迷糊，啊，外人给的那不有毒吗？那要你的狗命啊！迷糊，比如说我是个外人，我是个陌生人，给你东西能吃吗？迷糊。完蛋，真完蛋！那外人给你东西能吃吗？迷糊，这傻蛋！迷糊，我是楼下，我是咱楼下的老头给你东西能吃吗？迷糊，能吃吗？迷糊，啊，你看看见没？听懂了吧？迷糊是不是听懂了？啊？迷糊，第二天了，你再看老头了，咱楼下老头，你再看着他，再给你东西，还吃不吃了？迷糊，吃不吃？迷糊，吃不吃？第二次你就看着你就吃啊，第三天你再老头再看。
大米窝，完蛋！你嘴就这么馋啊？你嘴就这么馋米窝啊？人家给你下药了你也吃啊？我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，米窝啊？不许动！不许动，米窝，我都拔好了。不懂啊，来，各就各位，一、二、俺家米油蛋正好坚持了一分钟，看到吗？啊，米油蛋已经是现在已经是冠军了啊，家人们，米油蛋现在已经是冠军了，啊，他能坚持一分钟不吃，家人们，啊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小米油蛋是不是冠军了？啊，是不是值得表扬？啊，米油蛋子，哎呀，家人们，你别说啊，家人们啊。米油蛋子是表现不太好，家人们啊，但是呢，你要玩游戏这方面啊，米油蛋子表现真不错，真是挺不错的啊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米油刚老爷冤枉你了，米花啊，但是你不能吵吵，人家别的狗蛋玩游戏他能吵吵我米花，是不是？米花，我知道你这方面，你哪方面都行，都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别说了，我都激动了，行，米花啊，老爷不说了啊，你在以后再好好的行不行，米花？好好的行不行，米花？啊，你别说了，老爷，你坐好了，坐好了，米花，坐好了。啊啊，行不行，米花？啊啊，咱好好的啊，你人在玩游戏，别吵了，行不行，米花？啊，来亲一口，行不行，米花？米花，妈了个炮的！我每次我要亲你的时候，你都这样式的动作。你告诉我，我每次都亲你的时候，你这样式的，你啥意思了？是小米花啊？你告诉我，你是啥意思，米花？啊！你他妈是不是心里有鬼？你是不是有别的狗在心里头？啊！来亲他，米花，我亲他，让我亲他，我亲一口能怎么的？我亲你一口能怎么的？咱俩他妈超过两分钟就得吵吵，你想干啥呀，米花？啊，老爷他妈是爱你，嗯，我他妈喜欢你我才亲你，我不喜欢你我亲你干啥？我发现你的皮可他妈大了，你有请四迷糊，有请小迷糊他爹，行了，小迷糊啊。
家人们，小米油大的嘛，我该稀罕完也稀罕完了，家人们啊，咱们该冤枉我四哥了，家人们，爆粗口他骂你，什么玩意儿？他骂我什么玩意儿？你骂我啥了，米油？你骂我啥了，米油啊？骂我啥了你刚才？啊？回去，米油。行了，姐夫，姐夫，我错了，我应该叫姐夫，我要叫姐夫，好姐夫，姐夫，好了，好宝，好姐夫，好好姐夫，好了好了，好姐夫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姐夫，哎呀，姐夫生，家人们，姐夫生气了，不好哄，姐夫生气了，不，真不好哄啊，啊，骂的真难听，咱们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瞎骂，你别瞎。就会骂人，这狗蛋就会骂人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接下来欢迎我四哥家们啊！接下来你看我四哥的表演就完了，家们啊！来，坐好了，家们，咱接下来看我四哥的表演就完了啊！然后呢，大家伙想买那个深海鱼油的啊，家里的狗子，家们，夏天、春天到了啊，家们啊，家里的狗子有大量掉毛的。家人们啊，狗的大量掉毛可以吃深海鱼油。咱家深海鱼油原先是49.9，现在在我直接下单34.9两瓶。家人们啊，现在咱直播间深海鱼油34.9毛钱发两瓶。啊，家人们没拍鱼油的家人们，咱抓紧拍的啊，两瓶包邮到家啊。腐妞还没表演呢吧？哎呀，腐妞没表演呢吗？腐妞表演完了，腐妞表演完了，家人们，腐妞。腐妞刚才表演挺长时间，知道吧？小迷糊一直在喊三嘛，对不对，家们？小迷一直在喊三啊，家们。合到多少钱？就10来块钱一瓶，家们啊，一瓶是60粒，猫咪狗狗都能吃，猫狗都能吃深海鱼油，家们啊，一共是120粒，一顿吃多少？家们一顿吃多少？上面都有体重说明啊，都有体重说明的啊。腐妞表演过来，来，腐妞坐下来，老头姐来啊。该表演完，四个表演完了，吃饭了啊，老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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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没有肉干了，没了，老四没了怎么办？啊，不玩了呗，老四，你看没肉干了，老四，啊，轮到你的时候没了，老四，啊，我四哥哭了啊，老去拿肉干去啊，兜里真没有了，老四，兜里真没有了，啊。老四刚刚张嘴骂我，老四说他妈到我的时候没有了，啊，看好了啊，老四啊，老四来，老四，别外人给你吃的时候你吃不吃？别人给你吃的你吃不吃？比老四，你别动，老四啊，咱家楼下有个老头，你认识他吗？你老四，楼下老头给你吃的你吃不吃？老四，就我是老头，我今天扮演个老头，你吃不吃？老四，啊，你不吃啊？是不是？你还把着吃呢，老四，啊？别人给你东西不能吃啊，这里有毒，老四啊，手机上要了你的狗命，听听到老四啊，听听到啊，不能吃啊，你听老的话，你看看，我现在就是那老头，你认识他吗？他还摸过你呢，外人给你东西能吃吗？老四啊，哎，老四，完蛋。啊，家人们啊，这回啊，家人们啊，咱那啥，咱那个，咱看我四哥能忍住多长时间不吃啊，老铁们啊，来坐好，老四来，坐下来，咱看我四哥能忍住多长时间不吃啊，老四不许动啊，来，各就各位，一。
我四哥，哎，我四哥这哈喇都拉丝，听见没？我四哥这哈喇都拉丝，啊，忍不住了，家伙，忍一分钟了，他能忍一分半，老四能忍一分半，是不是今天我四哥今天属于今天的冠军了，家伙们，算不算？啊？一分半，一分二十九秒，家人们，看不着？我四哥也算是今天的冠军了啊，老铁们啊！今天我四哥表现是最好的，啊，必须的啊！我四哥馋成啥样了，家人们？啊，是不是？腐牛多少秒呢？腐牛啊，腐牛鱿鱼，家人们，我这么的，家人们，我再让腐牛出来表演一把，因为腐牛刚才没表演完，行不，家人们？刚才腐牛没全表演完，腐牛刚才是由于小猕猴蛋一直在这呼哈哈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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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的，家人们，他那啥的了，就是那个，注意力不集中，他没有老四这么集中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我让腐牛蛋再来玩一把啊，家人们，感谢大家伙啊！来，我看老腐牛能跑能来第一吗？腐牛指定进不了一，来，老四来，老进来。啊！你看不着家吗？老四玩游戏，小迷糊从来不喊。老四玩游戏，小迷糊不喊啊，家们啊，为啥呢？就老小迷糊知道小迷糊害怕，小迷糊知道那是他爹，他不想给他爹捣乱。家们，小迷糊不想给他爹捣乱，但是别人不行啊，你信不信，家们？腐牛的话，家们啊，老腐牛的话，小迷糊肯定还会喊，你听着啊，家们百分之百会喊。我告诉你，滚蛋，滚蛋！滚蛋，在，滚蛋，不吃，不吃啊！我看多少钱能忍住啊！预备，一，二。没说错过家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小迷糊他肯定会喊。不是，他肯定在喊三呢，快吃啊，三，意思告诉他三，该吃了。啊，因为小迷糊蛋要拿冠军。啊，我刚才以为小迷糊能拿冠军呢，没想到啊，家让老四给拿冠军了。你没发现吗？咱家所有的游戏不是小迷糊拿冠军，就是老四拿冠军，家们，不是小迷糊就老四，啊，小迷糊就捣乱了，他也就敢给他们捣乱吗？那小迷糊可尖了，这狗蛋子可尖了，迷糊蛋子，出来吧，迷糊蛋子，啊，谁也不捣乱，就给他们几个捣乱，来。老四在的时候，迷糊一点声没有，你们也发现了是不是，家们？啊，的确是没有声音。啊，小迷糊最尖，对，他最尖了，他们。啊，你看那脑瓜长得小，你看脑袋小，你小迷糊大的俗外号叫小脑袋瓜小细脖，光吃饭不干活，家们。其实小迷糊大的脑瓜里全是精髓，脑袋里全是智慧，知道家们？小迷糊啊，啪嗒啪打的啊，啪嗒啪打的，他妈小迷糊怕的还挺多啊，啪嗒啪削他。小迷糊心眼多，小迷糊心眼纯随都随 seven 啊，都随 seven 啊。说白了，家人们啊，说白了啥呢？小迷糊肯定是我四哥的亲生儿子，是家人们啊，家人们，你说小迷糊这儿子老四生的成不成功，家人们啊，老四生的成不成功，生出来这样式儿子出来，哪个谁家拉不拉能生出这么聪明的儿子出来呀，家人们啊，
隔辈遗传。哈哈，四哥，你再生个家人的老师。老师白内障好像严重了呢，老师，我看，看你白内障，老师，你看着家吗？老师眼睛有个白点儿。啊！赶紧欢迎我亲家，欢迎我亲家，一号卖二号卖啊！感谢我亲家送的礼物，感谢我亲家送来的大火箭啊！给小明的爷爷，再给小明爷爷店的观众家们。小明的爷爷啊，小明爷爷来了，二号麦呢。明说，我看看，我瞅瞅我爷爷，我瞅瞅我爷爷来了。哎呀，给小明爷爷点点关注，家们，二号麦啊。看到了，白的是你，白的不是我。我再给你重新看一下子啊。他眼睛是成薄膜，家们。哎，我看我爷爷，看我爷，等会儿看你爷爷，看，等会儿看。哎，看我爷，看我爷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看你爷。老师来，你看我爷，看我爷，你看看看。明儿你看吧，二号麦呢？你看吧，你看，咱你急完了，啊！明儿说我爷还给我好吃的呢，啊！他又卡了，指定啊！他也指定开心。欢迎妥哥啊，家人们，再给二号麦点点关注啊，跟咱一样，家人们，他每天白天上午都会给大伙直播啊，直播他家狗子。他家狗子现在学习滑滑板呢，知道吗？啊，哪天我带我家 Seven 去啊，亲家，我告诉你看看人 Seven 是怎么滑滑板的，啊，我让你看看人 Seven 是怎么玩滑板的，啊，那行行，我看我爷，你这拉倒，吃饭，别看了，快。人生风景在游走，你再亲牛一口，看他啥样。我亲牛一口，牛蛋的肯定生气。其实吧，家们，有人说三幺姐，你为什么每次亲小迷糊，你为什么都捏住他的嘴呢？我怕小迷糊咬我。咱换位思考，如果要是你的话，你也得捏嘴，家们，你也得捏他嘴。你不捏他嘴，他万一掏你怎么办？就小明的嘴，尖嘴猴腮的，他万一掏你嘴唇子，咬你嘴唇子不松口怎么办？家人们，能不能理解？我每次亲小明的时候，我都把他的嘴给掐住他。家人们，你们能不能理解三元姐的想法？老铁们，我是因为怕小明蛋咬我嘴唇子。啊！他万一咬着我怎么办？我捏住他，最起码张不了，张开不了口。你家狗吃几顿饭啊？家狗一天吃两顿饭啊，一天吃两顿饭。风雨之后无所谓拥有。来，老师坐，来，坐，啊，再来。
牛啊，牛坐起来，牛啊，牛啊，坐坐坐坐坐好了。牛啊，坐坐换一换，你看你们好好的一个位置，咱有换成啥样了啊？老师坐，老师坐，坐坐坐坐，坐好了，别着急，你这可着急了。坐下，慢慢坐啊。我先摆滑垫。一、二、三，又跑了，现在又跑了，拉不拉都不卖，发现了。三哥，咋的了？又咋的了？三哥，啊？问一下三哥，两个月的小孩打什么疫苗？两个月的小孩，你说狗啊，还人呢？人我不知道啊。你说狗的话，就打正常打那个五连苗、八连苗就行。啊，我给俺家狗打的就是啊五连苗啊。魏家五，五六差不多了，五六啊，小石榴没事，石榴来，石榴呢？石这边，石这边，别跟他，别跟三文抢，你吃这边石榴啊，你吃这边石榴，快去，三文你别吵着他了。明天买骨头，不买骨头，不买骨头，明天买鸡腿肉。姐，我明天给你买鸡腿肉吧，吃骨头不行，吃骨头狗吃骨头，那骨头不能总吃啊！你三天两头的总这么吃的话，他们总消化不好。上次吃骨头消化就不好了，我给他买鸡腿肉行。鸡肉不能那啥，骨头大骨头。上次咱那回吃大骨头，他不是说大便干燥的话，就是哎那天吃什么东西，猪蹄的不行。明天给他买鸡腿肉吧。
我给一人给我一人给他整两块鸡腿肉吃，我鸡腿肉还没买过呢，还没给他们吃过鸡腿肉呢。大骨头怎么的？大骨头吧，我发现那大骨头上面油太多了，油水太大了，知道不？上面看着是肉筋，实质上那顶上油挺大。我你要说给他买那个骨头，买了骨头，倒真不如给他们买点小牛肉吃了，老姐，真不如给他们买点小牛肉吃，一人一块，一人一块，这么分着吃。啊！我刚想说腐牛赶紧吃，不然老爷一喊就不吃了。我家小狗是小麻犬，对，小牛他们前两天吃完那些东西之后吧，然后前两天他们刚那个刚好。啊，肌肉最好。咱哪天给咱狗在那烀点排骨吃，一人整一块儿，一人整一条排骨吃。哎，排骨也不行。其实我不太想让他们吃那个骨头，吃那个骨头两头行，知道家吗？吃骨头两头，别吃中间那块，中间那块是咬不动，吃油大了拉稀。吃鸡腿肉可以，怕小狗反常。明天一人给安排两个鸡腿肉，家人们，鸡腿肉香啊，鸡腿肉是活肉啊。干骨头行啊，干骨头那玩意儿，那妈那干骨子不行，家伙，干骨子纯骨子纯磨牙用的，家伙，那玩意儿跟高人人都不用，那玩意儿全熬汤了，全进饭店了，那玩意儿，啊，那大骨头老便宜了，那大骨头多少一斤？大骨头他妈7块多一斤，那可不吃那玩意儿，家伙们，那干骨子上面一点肉没有，都是人都熬汤用的那玩意儿。你就买那带肉的也没多少，带肉的才10块一斤。知道吗？吃骨头干燥，对呀，吃骨头容易大便干燥，拉不出来。你吃完了，迷糊，你吃完了啊？迷糊，你吃完了，迷糊，你吃这么快呀？迷糊，你吃饱了吗？迷糊，你吃饱了吗？迷糊，迷糊，你吃饱了？迷糊，来摸摸摸摸迷糊，你吃饱了吗？迷糊。啊，明说老爷，我今天表演怎么样？明说我今天表演怎么样？表演好不好？明说，啊，表演真不错，明说表演真好，明说啊，你看见吗？他想让我摸摸他，明就想让我摸摸他。哎，老爷，今天我表演是不是挺好的？明说啊，好宝啊，好明说啊，嗯，来给你挠一挠，给你挠啊，好。啊，太费劲，吃猪骨的狗太费劲，有时候都出血，干燥的。好了，迷糊，好了，迷糊啊，好，再摸，不摸不愿意。行了，再摸啊，好不？好，迷糊啊，摸，多摸啊。迷糊说：“我看看我媳妇儿啊，你看不着，迷糊，你看，来把镜头给转过来，迷糊，你看，你媳妇儿，来，亲一个，嗯，哎呀，你别伸舌，你伸舌头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快去，你玩埋汰的，你好好亲一个来，嗯，好，行了，明花来，好了，你们别过分了，明花啊，快过分了，快，吃主骨头为啥干燥呢？嗯，吃骨头为啥干燥？吃骨头干燥就是因为咋的，家人们，它这骨头吧，全纯属于钙。知道吧，骨头属于钙的成分，知道吧，它钙太多了吃不了，家们啊，就是那个拉的便便都钙化了啊，拉的便便都钙化了。腐妞啊，你能有点正事吗？忙活你自己应该干的事儿啊。吃完了吗？饭吃没吃完？好了，明花啊，好，吃没吃完呢？我看收盆了啊。马显鸡要吃肉，
骨头痴呆多了，就是那便便，就是容易就拉那种白便。吃的真干净，啥也没剩，我的妈，啥都没剩啊。349一瓶，两瓶啊，家人们啊，这个鱼油是拍一发两瓶的啊。迷糊啊，你看迷糊真是喜欢腐妞啊，哎，小迷糊是打小就喜欢腐妞，从哎呀，别你给自己翻个跟头，迷糊，你摔不过腐妞，给自己撂个跟头。你看迷糊翘翘的，你看你看迷糊，那小迷糊翘翘的，哎呀 ，seven 的 seven， 你跟你孙都教坏了，你跟你大孙都教坏了。你个 seven 你就不教好，哈我你个 seven 真是的，他妈服了！你这一点不教好，孩子都学坏了，腐妞。小迷糊是咋的了？小迷糊，老四，你老四都无动于衷，你给小迷糊忙够呛。啊，家人们，老四都无动于衷啊，给小迷糊大的忙够呛，你这。这小迷糊真不背人啊，家人们，这迷糊真不背人啊，真的一点不背人啊。小迷糊没绝育干净，绝育干净了，家人们，咋没绝育干净呢？因为小迷糊打架，他不是从小就被做绝育的，对。你看老四看着了，哎呀，行了，家人们，咱们今晚直播就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家人们，啊，走了，啊，我们该带狗子上厕所去了啊，家人们，咱们明天见啊。拜拜，家人们啊！谢谢大家，感谢咱家，感谢小迷糊媳妇儿，感谢我姐一号麦小迷糊媳妇儿，再给点关注，谢谢大家啊！